等暴风雨完全停止以后，你会不会和我一样不想放手？可是怎么会过了这么久，走了这么远却不曾回头？如果你已有答案，任何答案，不要来回更多伤害，告诉我吧，不管是好是坏，前进或失败，你都知道的，我早就决定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时间正要和你一起离我远去，回不去，来不及，还有什么关系？谁都怕一个人被留下，逃避其实很简单，是真的吗？会试着不介意，就这样吧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放弃或重来，我都知道的，你早就决定了，我还在坚持什么呢？时间就要和你一起离我远去，来不及，还有什么关系？